到啦，而家六点几就嚟七点啦，就嚟食晚饭嘅时候啦。哇，几好，一人不晒汤啊，真系开心。Alex， 哇，今晚又好丰富，晚晚有边晚唔丰富咧？应该话唔系边晚，系煎一餐。鸡沙律、叉烧。又是你吃什麼？大Victor在喝湯。哇，又有魚啊，又是。有水煎啊，有水煎啊，有水煎啊，有水煎啊。你點解笑住我咧？忙咩啫？食嘢啦，揾個位坐。排做咩啫？究竟俾 Yanny 睇，係啊，係咪 live 㗎？梗唔係啦，好啦。